照顾伊的生活起居，下药啊，互伊食，天地哦，真正无微不至哦，爱洗洗衫，所以是一个好发心的这任务，伊嘛爱行就对了。啊，话伊讲话，我确诊足艰苦呢，啊，我即逝个会甲你去，啊，去甲伊确诊，哎哟，还是有疑虑，毋是你确诊一届就袂确诊啊？哦，咱简经理，咱拢捌简经理嘛，花莲简经理。阮简经理讲，伊想用，伊无可能确诊。啊，敢有确诊？无。真关甲惊因吼，关甲惊因。也他这一次也确诊了。啊，为啥会确诊？因为伊刚刚花莲一贯道读经协会，哦，就是一贯道的那个协会，走了一趟四夜五天的行程，代表我们义和圣堂跟大家走了一趟，回来。礼拜一金刚经班的时候，打电话给他，讲吼，伊三月二十要去泰国去 CQ 哦，啊哎。